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，我们处理第十九案，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。台电公司105年度预算火力发电费用服务费用编列85亿2442万4千元，火力发电造成之空污，长久以来为人所诟病，为台电火力发电费用服务费用较103年度决算数增加幅度高达30.8%，核有未当，原提案予以冻结本编列预算1/10，并请台电公司于一个月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，并说明使得动之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有异议，我们进行表决。我们先来处理，我们先按铃七分钟。好，来按铃七分钟，我们也同仁把表决卡发下去。
好，来来来，各位委员，各位委员，大家请就坐。各位委员，大家请就坐好吗？好，来，大家请就坐，请就坐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就坐了，就坐就坐。大家来好好的，好好的来协商，好好的来协商哈。大家坐下来，好好的协商。各位同仁，各位同仁，大家。来来来，大家坐好，坐下坐下。好，来，大家坐好哈，大家坐好，大家坐好。我们要开始处理了哈。来了来了，大家坐好啦，坐好啦。火气都很大啦，火气都很大，大家坐好，大家坐好。来来来，咱开始处理啦。好，来来，大家坐好，我们要开始处理了啦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表决。好啦，我觉得这样子啦，哦，这个大家火气都很大啦。党鞭是不是大家再坐下来协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休息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。
报告院会，现在继续开会。经过昨天下午开始到今天晚上农场的会议程序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负荷非常的大。本人决定于明日上午8:30再邀集朝野党团协商，希望各政党能共同研商总预算案。明日上午9:00继续开会，现在休息。